力有很大吗？有。所以我看，我女儿一下，我们哎，我看女儿现在需要你的帮忙。哎，怎么啦？要需要帮忙吗？很需要哎。怎么样？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我需要5只25公分以上的鞋子。我觉得你过去那边，然后找一群人的，然后你就先怎样，知道吗？你就像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就很热情这样。然后有一群人会特别热情，然后那群妈妈就是就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攻击他们了。你先赶快加油了，女生都还没起床。哦，所以我们的关键应该在女生。我知道。哎 ，Hello， 哎，这，哎，卢学瑞，这。哎，各位，这边需要大家帮忙一下。各位哪边来？云林麦寮。哎，各位云林麦寮的民众鼓掌一下。哎，大家，哎，你们有看过重力王很大吗？有。所以，我看，我女儿一下，我们，哎，我看女儿现在需要你的帮忙。她现在有个任务，想要请你们帮忙。对，啊，你们帮她完成一下下任务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打扰大家一点时间。你讲，我先走了。我好，我需要5只25公分以上的鞋子。哇，男生有啦，秀智杰老公啊，我送你。来，他进来来。鞋子是真的，重一碗很大，我只要挂在身上一下下就好。OK， 几只？25。再给我4只。还25，还25。我先，等一下。中线在重一碗很大哦。来，先穿起来拖鞋。不是重点是，你刚刚有看到我们两个女生也出来了吗？还没。我只看到 Key 的跟卢学瑞。我觉得那个谁，呆呆一定8点半那边。那我要去吃早餐了。天哪！他有啦，那个男生有啦，鞋子借一下，快点借一下，挂在身上就好了，没麻烦了。没有啦，还差三只，差三只哦。借一下吗？我这么40几呢，可以。啊，对啦，可以，有啦，要40几就挖啦。都给他，20，都给了，成功，快走。25公分以上的鞋子，成功！谢谢。再说一次，你们是来自哪里？云林。给自己掌声鼓励。谢谢。哎，好的。手好酸。不可能，让你们走了吧？哎，请好了。太快了吧！等一下，智慧不懂年龄层的人哦，给他们喝就对了。所以总共哦，我可以喝吗？可以喝啊，但你要把先完成。肚子好饿哦。怎么他明明就这种大块，然后他切那么快？大哥！我漱口袋好像很大一个东西。这是什么？穿上五件不同颜色的衣服。那这些衣服是什么？给路人换的，下来。你要穿他们的。哦，好。